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、啊。好啦，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哦，他跟白气球打官司啊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他告白气球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参赛者，我是高二九班的张立煌。大家，我接下来是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。Yeah.
下，我跟你讲，你唱的这么难听，可以找中文来吗？哎，刚好下一位要唱的也是 Taylor Swift 的歌呢。那叫什么？是 Step and Song。那我们欢迎我们的 Step and Song。高四班的陈湘婷，最后带来是 Taylor Swift 的 Safe and Sound， 希望你们喜欢。
佳，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小谜语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四乘以什么是四吗？啊，四乘以什么是四？台下有人知道吗？有，哎，来一个可以上来一下吗？来，上来一个。没有人吗？没有人吗？没有，我下去拉人哦。香，为什么？似曾相识。好，那时间差不多了，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参赛者。When I was your man。88的童一希，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是 Bruno Mars 的。